来到绝对三频道，来到这个专业的舞蹈频道，又有颜值，又有美女，又有舞技可以看的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可以点一下左边的订阅，然后还有右下角可以点一下直播时通知我，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民族风的舞蹈。希望大家能喜欢呢。
服多了没人看了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然后给你们选一个吧，选一个什么呢？选个第一个已经跳了，毕竟这是舞台妆啊，然后今天下手有点重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想看什么。第一个我已经跳了，然后还有彩云之男跟灰姑娘，然后你们就选一下二还是三。第一个是月光下的凤尾竹，反了啊，好好，本来想偷一下懒就不反过来了，们选一下，我截图了啊，一二一，哎不对，阿九，哎是三呐、啊、好吧三吧，那就那个什么，跳一个三吧，但是好像看二的人会比较多，但是跳三是什么来着，灰姑娘，给你们跳个灰姑娘。我什么都能放弃，居然今天难离去。你并不美丽，但是你可爱至极。哎呀，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。总在伤你的心，我总是很残忍，我让你别当真，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，而且你可爱至极。哎，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。想到我的心会疼，如果这是梦，我愿长醉不愿醒。我曾经忍耐，我如此等待，也许在等你到来，也许在等你到来。怎么会迷上你？我在问自己，我什么都能放弃，居然今天难离去。你并不美丽，但是你可爱至极。
哎呀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。我总在伤你的心，我总是很残忍，我让你别当真，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，而且你可爱至极。哎呀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。最后一个，大家记得在右下角点一下关注，谢谢大家了。点一下，点一下我的直播时通知我，谢谢。然后应该还剩几分钟吧。再给你们带来那个吧，刚你们都想看的那个《彩云之南》，好不好？哦，对，还要选那个衣服，我都给忘了要。就是性感的肚兜古装，还有一个上衣加长裤。然后你们想看性感的古装还是性感的长裤啊？你们选一下。然后我结一，那好吧，阿姐给你们来个那个古装吧。然后给你们现在带来你们想看的《彩云之南》。你们都有没有去过大理呀、啊？